今天是我的翻包视频，给大家看看我包里都有什么东西。首先呢，这个玩意儿是我们的剧本，就是打印出来，这是上一个版本，然后放在这个袋子，然后这是目前这个版本。哎呀，这是我的解压神器，有一个小柯基给你。这是小柴，这是随身带着扑克牌，这是我们为我们的节目所练习。脸这个，这是我的充电宝，充电宝都开，你看像不像孙天硕？还有一支笔，数一下有多少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根笔，加入九口人，九笔。哎，这个还上面还写刘老师专用，这是我定制的，刘老师专用，刘老师，为什么要放那么多笔啊？放笔，因为我喜欢装笔。好梗！哎呦，配上这个吧，配上这个的笔吧，没了，然后没了，一兜就拿一个，然后就是我一个无业游民，你为了工牌，为了工牌，哟，单词卡，单词卡，一本课外书，哟，一本课外书，哟，看那灰色的马，哟，我也是太装逼，还得装两层的那种，装两层的那种。还有一个啊，演员的自我牛排，你这有肉吗？你要烤什么呀？走哪烤哪，走哪烤哪。然后剩下没了，一个耳机，耳机我这不是那个骨盘脑的，就是我入耳式的耳机。充电宝，哟，刘洋给我们买的有一个作品一样的，魔术道具。然后这是体检报告。想吃一下吧，孙天硕，什么情况？你说出来，我们一起承受。为什么俩？哎，镜片掉了，我再买这个。给我少一根牙线、头绳。哟，袜子。哟，孙天硕，为什么呀？你包里为什么会有袜子呀？展示一下你的袜子。我要离得远点。还有那个眼镜的镜片。哎，这不是掉了吗？不是，它这个这儿掉了，搁搭不上。啊！袜子是这样，有孩子你们知道吗？就带孩子的时候啊，关键尤其夏天，经常大家穿趿拉板放松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是想，经常会有那种淘气网啊，就那种滑梯的那个，人家都必须要求你穿袜子去。嗯，所以就带着，要不要得买？你那个袜子多久没洗了？啊，这袜子也没怎么穿，意思就是没洗过，不是？多久没洗也没。我在这看了，那袜子都是茶色的，那袜子得亏咱能喷点香水试啊，得遮一遮这味儿。这个是给语文买的道具，还有明信片、五角伞、撒料咬的来的。喷了不？这都是啥呀？真呀！你每天背着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来回跑，万一有？对，就是都是备保不齐，好多事儿就是保不齐，哪天就用上。你猜我们找你干嘛？猜找我呢？还没喊裤腾。嗯。猜。没喊他，单叫我。嗯。是咋的？是他表现不好，让我自己单独怎么样？让你重新找一个搭档。行。后天是9月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或许你知道什么日子吗？就9月5号这件事情根本不值得让我延迟10分钟吃饭。就是说你要给他过个生日，我给他过个生日，对，你给他过个生日，而且是一个惊喜的大生日。第一条，必须给他订一个蛋糕。第二条，必须给他准备一个破礼物。第三条，必须给他挑选一束花。我给我前女友都没买过花，我今天晚上都会做噩梦。必须是我，必须是你。你不告诉他，我告诉他吧，这个事儿是不是就不行？不行，我们就把你那合同呀，我们就把你那合同呀。哥们儿，我老难受了。好可爱。
挺可爱的，说实话。我一个猛男不需要别人形容我。啥叫反差萌？走去看着谁找谁就好。对，你就发挥你的语言。哎，这就有了。哎，这就有。是这样，不谈了，过生日，需要管大家要礼物啊，就是你手上现成的。红桃六，一张葡萄八，你这啥眼神啊？一个红桃八送给课堂，希望课堂带着这个爱心一路发发发。我会给他们，我会给他们讲的。带着这个什么呢？还是你是编吧，给一个红桃八。红桃八，谢谢。红桃八，谢谢刘长。快点，我自己烧吧。对。不能过生日，把你手边有的什么能送给他的礼物给我一个。听我说，这包里确实是啥也没有。啥也没有。你这样，放上一捧空气进来。哎，这个特别好。这是那个喜茶的小盖。奶茶盖。哎哎，但是呢，你看着它不起眼，里面却有芝士。OK， 明白了。快放进来，快放进来。我一定会给他讲明白的，这个芝士的形象。哎，库藤今天过生日啊，需要大家伙送他礼物。那我送他一个吻吧。来，往这袋里去。来，三。呀，库藤，给一个吻。我一定会转达的。杜鹏老师，送他个歌，送他一首歌，来。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好，是拜拜。有拜拜，拜拜 ，OK 了。左凌峰老师。送裤腾一个礼物，随便你想送什么都可以，我只要能装进那个袋子里。别整太多，考验我的记忆力。哎呦我的天，行，知道了。裤腾今天过生日，你要送点什么？这个，这个你得有说法，你得有说法，你不能没说法。没有说法，这个我都不好圆。这一个用过的卫生纸 ，OK，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可回收的东西，可回收。对，所以它再被扔掉以后，一定会卷土重来。行，知道了。就是对它这种祝福特别好，希望他复活，特别好看，起死回生，又复活，还复活呀？我俩怎么老复活呀？我把我这个瓶盖送给他。那这个瓶盖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瓶盖，你这个水就不完整。不完整，它就容易洒。OK， 子弹一样，它容易洒。嗯，这个东西能让这个东西不洒。那奶茶盖儿、就是？那不管，我送这个瓶盖就能兜住，就让你住疼啊，包括你们的酷酷天放。不洒，永远不洒。行，你看咱们这个二喜的所有的选手啊，都非常的抠，非常吝啬。不能今天过生日，你要送他个小礼物。我大条是吗？你还没吃呢。没吃啊。这有点太贵重了。现在这里面连超过一毛钱都没有。不能怎么说也是咱们好哥们儿、好朋友。不能生日快乐。一地苞米。好，走了走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块儿不好意思，我这块儿里边2块钱，不行，快点，接着过，来。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亲爱的，生日快乐。首先是这个瓶盖，你猜是谁送的？张文，这咋知道的？因为他说张什么玩意儿？这个真猜不到。刘彤，哎呦，谢谢刘彤老师，哎呦，还有这个刘洋送的，刘，哎呦，谢谢刘洋，李栋送的礼物，不见了已经。他送了一个奶茶盖，里面还有点芝士，哎呦，芝士就是力量。然后这个啊，这是你送的，这不是我的，这是谁送的，哥们？这是马姐的，哎呦，谢谢马姐。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这个是，哎呦，这是豆腐。哥们儿，是他说让你做一个这样的手，还是他打在你脸上？对，他打了我一下。就是他打完你，让你把这一下转交给我。对的。好。然后哥们儿，下午给你口头做一个承诺，我送你的礼物呢是一张衣服券，就是2000元以下的衣服券，在京东。对，你在京东挑好了，感谢，今天发给我，感谢，我来付款，感谢，好不好？感谢所有的爱我的人送给我，对吧？这么多诚意满满的礼物，这个蛋糕的，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一年一度奇迹大赛二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日，有这么多好朋友们陪伴着我，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希望一年一度奇迹大赛三的时候还能认识像你们一样的好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官方，大哥们儿，那我说啥？怎么能播吗？我也让他们全现在。感谢感谢，三哥了啊，三哥了，三哥了，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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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谢谢谢谢。九口人是吧？九口人，别管你几口人都不行。咱们演完了之后，十九口人也不行。咱们就是13口人，咱们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饺子。行，咱们就是说九口人，就是求求你放一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放过我，就把你最好的段子拿出来就砸我，这就是我对我。最大的尊重，砸他，使劲砸他，我跟着你们一起砸他。我们自己有点想不出来，但是我有四个方向可以给那个九口人那个，感觉特别适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奇的想法，尤其是在展学，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现在咱们朱同学，请问就是要给九口人下完单。哦，就像一个信封，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好，期待你的内容。采访一下吧，对于给九口人下战书，我们的娜姐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就是不管战场上表现如何，该做的范儿做足，该有的士气得拿出来，就输不输的，赢不赢的。咱们这趟玩得过瘾，哎，所以九口人就是咱们就教教年轻的孩子们怎么做人。应该就是小九，你给我听好了，明白吗？你下过战书吗？尊敬的九九，这么敬爱的吧，敬爱，对，这挺好。我一个淘汰选手，我都没有你们这么。怂，我说真的，我说真的。哎，加起来几个人，咱就看看一半大啊，咱就看看咱这战书，书字还能写错。姐，你找谁？姐姐是谁？是谁？哦，是谁？哦、是谁？没有料，没有料，老姐来呀、啊？什么意思？的把你的老大派出来，把你穿个马甲，好像有所准备的样子。比什么？来，接着，这也好。这镜头给他。我得。看一下他们颤抖的样子。OK。一，非扯不可，战术。VIP 吧，邀请函。亲爱的、敬爱的、可爱的九口人（大括弧）罗盛登、张成、苗荣和单新康，非扯不可，非扯不可。还有一个驰名商标，上牌吧，这是二。现诚邀四位莅临本周四举办的非扯新喜剧开放麦，观摩学习。我们非扯会向各位奉上挺精彩的演出。如果现场你们体内的喜剧小宇宙被点燃，那就赶紧上台来跟我们一起玩儿。爱你们的非扯不可，这跟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一样的，一套东西吧？用最硬的壳说最软的。邀请我们之后，我会觉得哎呀真好，因为他们的表达不是那种啊，大家来，我们给你下个战书，来看我们的演出吧。哎呀，这真的很好。我把他们邀请函放在我的镜头底下。